指定随着项目政策的优惠调整，价气温提速下降。外地直属药房的凉快清温、布洛红顶、感冒消炎药出现促销，虽然卖花卖无。外企直属前面也想备啲药药，以防不时之需。对此，卫生提醒单，更方同药，甚至到无任何症状的情况下，吃药而患新冠，浓不可处。凉快清温，再名度加贵。好多人为了提升预防感染新冠病毒，到必要的时候，首先要想到同接触凉快清温。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呢，都在推崇用这个莲花清瘟，它主要是治疗这个热毒袭肺的这个症型的一个流行性感冒或者肺炎。我们在这个运用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比较理智的去运用。卫生指出，到新冠肺炎的常规治疗中，凉快清瘟可用于轻轻及普通轻引起的发烧。肩力酸痛、膝痛、流鼻水、咳嗽、头痛、喉咙干痛等等的症状，但是不适合摆当作耳环应用。热热相当，凉快清瘟主要用来治疗风热感冒。如果风寒感冒的话，是不适应的。发热、咽痛、咳嗽、痰黄啊，这些症状一旦出现啊，全身疼痛这种症状，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运用这个药呢，就非常好了。有一些病人他是这种脾胃偏虚寒的。它本身比较容易胃痛啊、拉肚子啊，特别是如果是吃了这个药，明显会觉得病情反而加重，或者说有点拉肚子啊，这种情况呢，那我们还是应该是找医生啊，当面看一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凉快清瘟中主要项目金银花、麻黄、苦杏仁、大黄等等的中药，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就慎用。儿童幸福不如起虎能逆流体质及脾胃虚弱的患者，得到卫生和药师的指导而应用。另外，布洛芬虽然是常用的通宵药，但也咪大概拢好食。卫生提醒：有严重冠心病、心衰病史的患者，严重消化道溃疡、出血病史的患者，因慢性病治疗需要联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及抗炎药物的患者。严重肾功能不畅的患者，就慎用布洛芬。至少能可以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来代替布洛芬，但是对乙酰氨基酚每日的剂量，就控制到两克以内，确保安全性。特别是合并使用风寒感冒药物治疗期间。这些的药呢，不一定我们需要这样疯抢，而我们在运用这些退烧药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的，因为本身退烧药它是属于很多是属于消炎止痛药的。啊，像我们的布洛芬，啊，像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，那这些药它有一定的副作用，我们也要注意。就比如有一些消化性溃疡的，那我们在吃这退烧药的时候也要注意。据卫生介绍，从动物角度来看，就算能多吃海鲜等矿物，过日过日就该有湿气，该生痰、吐血、困阻脾胃。所以大家能可以想到，所方清热改表欢喜的药物，比如金银花、凉跷。刮根、肩胛、肠毒，热逆流体质的患者唔多着咳得下气，或着咕呼气，一般是上到黄黄、黄芪、白毒、咳香、前胚等等的药物。另外，即所经过临床验证的中药研方，药品达到凉血清瘟加冷的防治效果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大家也可以前往医院，找卫生开具防治方子，方子得到药师或者是卫生的指导而服用。其实没有任何药物是绝对安全的，我们在运用这些药的时候，最好是在医生的一个指导范围。近日，前面邓先生黄杨达到市区泰山路及五号路交界处，经常有大量的车辆挤到路基，严重影响通行，也送到安全隐患，希望公部门加以加地。邓先生黄杨的路段位于泰山路及五号路交界处西北角。邓先生答：这个并不设置停车位，但几乎每时每刻拢有大量的汽车停到路边，严重影响通行。时不时会导致一撮小刮擦。这条路平时该是洗手时，但是老子也做个交通器的时钟，该有时堵了龙井要放下，车通过就不安静。这条路段经常也是我是出现一起车祸，因为这个停车导致影响到视线。邓先生答：由于路外车载。我哋学生翻学嘅时候，知个嘅交通况背晒。龙车道，佢一路直车道就介条路线直车道，龙一大卡车就占咗直车道非常危险。啊，上挂佢都影响正常车辆通过。直到行路系行路啊，对咗过视线也差，所以开车就非常危险。你都开车开对咗过也是非常危险。
到现场记者发现，不少车辆冲到违规堵车的行灯行位，秩序比较混乱。邓先生就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巡车监管，加地车辆乱停放，维护道路畅通无阻，保障市民出行外穿。只要点这个全部无的车位噶，所以有关部门甲相关部门来加地这个，对这个路段真正贴起啊，加地这个。毕竟也不是停车场，也无固定停车位，无造成这条路啊堵塞，无刷车只个外穿公行。在管我市相关部门到送车的时候，发现汕头海王大桥乌头站出口匝道右侧一个巨石，疑似开裂加大，冲到银行，危及高速公路通行外窗。交警部门接报后，临时启动应急预案，对乌头高速出口通道实施临时封闭。目前乌头高速口只可上摩落。在管市交警支队接报称，相关部门到送车时发现。到汕头海王大桥乌头站出口匝道右侧，一个刻有汕头后江字样的巨石出现开裂加大形象，已形成一条骨洞面，对乌头出口匝道界通车外窗造成加大界外窗影响。接报后，交警高速公路大队、双方东队迅速派往前往现场查台，并临时启动应急文化，对乌头小会站出口通道实施交通管制，并落实能源驻点，加强现场交通疏导。昨天下午接到海湾大桥公司报称说，这个澳头匝道这边有一个标志性的那个石头出现裂缝，还有那个移动的迹象。我们接到后就马上启用这个应急方案，跟大桥路政一起到现场勘察了以后，就是马上这个把那个澳头这个出口这个匝道封闭，指引过往的车辆绕道，绕道打好，或者这个到河浦出口。每日记者到澳头小会站出口匝道台告，现场设置了交通外窗设施，做好车辆交警相关指引。但若有驾驶员不了解情况，临近出口的时候，才拍开左转向灯减速，使应爱落高速，避驻点更正人员坑里。目前相关部门正积极协商，确定道险方案。交警部门也提醒广大驾驶员，往改会从乌头小会站出口直到通街界，要及时更改路线。澳头出口这边就全封闭了，车辆必须绕行。这个也是24小时有人在这里值班，以确保这个过往的车辆能够正常通行，保障安全。按照相关要求，2023年1月1号起，广东省21届地级以上市将全面禁烟，共六米车人汽油。目前经过多轮电话及油品质量监测，当局召回到汕头的40多座加油站的油品已经全面达到共六米质量标准，提早上市禁烟。车主名多花枝，就变享受到经环保、经优质的燃油。从本月15号起，当局召回汕头石油分公司正式上市销售国六米车燃汽油，同时停止第二级的标准价车燃汽油销售。中国石化汕头石油分公司辖内的40多座油站，是在12月15号率先供应了这个国六米标准的那个车用汽油，比政府规定的时间提早了半个月。就那个油枪上面那个标识的一个置换，然后通过员工对车主的一个宣传，都会告诉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油品的一个升级。相对于说环保方面的话，他们都是比较支持吧。国六车燃汽油标准分为国六 A 和国六 B 两个阶段，2019年起以经营国六 A 车燃汽油为主。自此次升级后，改国六 B 汽油，主要是降低了烯烃含量的行德要求，更加环保。烯烃这个指标是环保的一个重要指标，然后国六 B 中的烯烃含量是由之前的18%降低到15%，这个含量降低的话，就是可以大幅的减少车辆一氧化碳还有那个氮氧化物的排放，有助于提升那个空气质量。据介绍，烯烃含量下降，化学里减少发动机制碳和加热沉淀，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，降低车辆保养成本。是车辆之前，如今升级个汽油，很多就对人整个环境更加环保，更加低碳，吼，各个人个健康啊，吼，
环境啊，更加如今地团环保、绿色环保。国内边应该除那医药环保呐，现在那车里过载，那用环保啦，那国家提倡那就用环保物件嘛，以后空气啊越来越好嘛。另外，据了解。国乐的升级到国乐美国铁灯 ，Q 票号不变，中安92号、95号、98号票准。车主经过右边的时候，无需清扫右上右路；加油的时候，只需要上到架车辆升级牌票号的右边。加油挂之后，就能完成自然过渡。根据安排，2023年元旦放假时间为2022年12月31号到2023年1月2号。按照登载铁路客票二潮期规定，马日期旅客可以通过幺二三零六网站 APP 等购买元旦假期首日的火车票。随着元旦充足的临近，旅客流动将增多，此期间乘车防护措施要做足。最近好在地方的高校陆续放假，学生开始无暑踏上归途。而话记者到汕头火车站台教，不少学生带着行李准备乘车回来。大家拢自觉背多口罩，按规定无需排队进站，等候上车。我是去回佛山的，就是戴好口罩，特地戴了两层口罩嘛，就是不想阳，然后生病，主要是生病难受。要戴好口罩，车上不能随意摘口罩。根据话摆，2023年元旦放假时间为2022年12月31号到2023年1月2号，按照登载铁路客票二潮期规定。马日期，旅客可以通过幺二三零六网站 APP 等购买元旦假期首日火车票。自2023年春节假期外排为1月11号特色到17号放假调休共7日。根据以往出价规律，春节在三日的火车票最为抢手。自按照二潮期规定，1月5号可以购买1月19号、6月28号火车票。1月6号可以购买1月20号、6月29号火车票；1月7号可以购买1月11号特色登机火车票。旅客可以拍开幺二三零六官网，点击信息查询栏目下个起超时间，再上到起超日期个起超车站进行查询。由于不等火车站车票网站起超时间并唔相等，旅客需根据家己购票嘅车站查询购票具体时间，提前做好准备，以免错过购票时间。建议旅客规划好出行时间，可以提前使用铁路1366手机 APP 查询功能，或知检票时间和检票口，规划好行程时间，尽量减少在人流量密集的区域长时间停留。元旦春节将陆续到来，南往流动正加大，目前防控时刻不能放松。更新南往提车，旅客进入火车站以及乘车时候，得实名证验票，需多检戴个口罩之外，其余时间一定要规范佩戴口罩。到火车站候车时候，要注意甲他人保持隔离，就坐时尽量减少甲密切人交流，减少到南往密接触停留甲走动。到候车时间，列车上等公共场所、驾驶或者拍架铁的时候，不能戴下口罩。同时，要用纸巾、或手汤遮挡口鼻。如果身体不适，要及时联系急诊人员。尽量还是要佩戴好口罩。我们地上都有贴那个一米线，就是尽量还是要按那个一米线的距离做好排队，直接就用身份证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了。还是尽量做好个人的防护。54岁的技术娘丢到市区新出了。一生留了大半辈子，交大两个囡仔，本来是到了享福的时候，但是到未久前一却突然病倒，目前发到危院，当前监护室抢救。高血压的治疗费让伊家内人不堪重负，伊个子女只好向社会紧急求助。几宿命的两子大，伊10多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，穿过母亲用柔弱的双肝撑起整个家。母养伊甲弟弟长大，由于长年劳累，母亲积劳成疾，迟早有接受治疗，但拢是断断续续。伊无就等无就卡症，尿就来胃，前两三年来当做治疗，但今年起来就是甲就出门公车住院了，住院我当我来治疗，所以说就不得要多人，就当我当平回好多人就当来。一回，改过脑吹管，就是做好多人。
交流最近，技术面的身体如来如熟，经常频发头晕，不得不住院治疗。但由于经济原因，手有好转后又匆忙出院。如这一抓，伊贴对病毒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情况非常危急。她是一个54岁的中年女性，本次是因为胸闷、气促、少尿来医院就诊。入院考虑就是一个急性心力衰竭合并呼吸衰竭尿毒症，在我院 ICU 呢就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气管插管，上呼吸机，床旁血液透析，经过抢救后呢，患者目前的病情较前好转，处于肾衰竭尿毒症期，后续呢需要长期进行一个血透治疗，治疗时间比较长，治疗费用也比较高。面对病魔，技术面的家人陷入了困境，因为伊人来本来就不应该，爱调整治疗技术面的病是人上加人，但伊人非常寂寞，技术面连电线站起来治好病，早日等到家来，无奈之下，伊人只能向社会求助。就等了起老人坐，也是个个人借钱，平板也是，有的也是爱倒入掉。每半个时间多，即个人亲戚朋友啊，三亲戚即来借钱来起厝个。你话是欠了几多多钱啊？你仲做在无病，三亲戚即借我谈借我无钱，就个就等我第个我也是当无，我一个白亲个系我无病，我也无病去谈，就是等着，等着照顾呀。我就是在要求他他好心人。他来讲笑苦，都怪我一家人光，用啊好好照顾伊，做小好心人。深海梦想养殖是养殖目标，从海基扩展到更广阔的海带，能够带来丰饶的海沙边及利润。近年来，南无陆续开展深海养殖项目，这个水产公司就经过内外国的精心养殖，都只得迎来了首批金枪鱼丰收。记者也跟随养殖户直荡出海，体验捕鱼的乐趣，感受丰收的喜悦。那么，今太阳潜水梦想养殖基地，位于那么平时以晒海风，这个嘅水质天然无污染，盐度稳定适当，营养量高，适合鱼类生长。直到早，王祖成中去到海上牧场，一家家兴师巨大点点框嘅梦想养殖能量，随后江金会收紧梦想。只将大批的金枪鱼独占浮出水面，场面甚是壮观。作业人员到达深海网箱养殖基地后，用浮球把网收缩到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，使金枪鱼鱼群聚集，以便开始捕鱼。钓机作业船靠近深海网箱捕鱼处，钓机用专用网兜起鱼，作业人员把钓起的鱼转运到装鱼船上。后面。直到金枪鱼就被流经中村，整个养殖期间全程无病害、无投药，成鱼存活率高达98%。投产时2两重的鱼苗，经过这2个半月以来的成长，收鱼时约8两重，这则都很鲜美。今年九月，南无金太阳公司首批潜水梦想正式投运，进行金枪鱼试验性科学养殖，相比传统近海养殖。潜水梦想连外海水深流速大、日流之湾丰富的优势，真正实现天然界雷亚山理想养殖区方。日此次鱼改港收获五万斤，江金会将分配捕捞、分级分改，再通过船厅拿两枚六配上发往客户。精细化的这个流程，就上来的鱼之后就立刻的分拣，然后就冷加冰包装，然后就冷链车。会来运输运走，成品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已经分批卖往那个汕头的各大市场，出口北美、香港市场。接落来，公司将立足那么生态之王甲商业优势，继续突破创新，养殖西区大西洋钓顶经济价值更高的品种，同时呼应海面草类养殖甲海贝类对搏顶，形成生态化立体化养殖。吃鱼，大西洋鲷作为全球公认的高端生食鱼品，国内外需求巨大，整体产业规模高达100亿元，实现以深海养殖产业发展，带动渔民转产转业，以深海养殖产业兴旺，
带动养殖户共同富裕。后乡霸凌事件时有发生，让一个个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。有人甚至还拍摄霸凌视频，传到网顶，引发网友影响十分恶劣。如何防范后乡欺凌事件的发生？教学生怎样更认识个应对后乡暴力，应该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。更多来答，社会莫让后乡霸凌偷偷作恶。近日，安徽蚌埠的何先生到上网刷视频的时候，意外发现。以13岁的儿子到校外帮同校学生霸凌，视频显示，伊的儿子帮三人霸凌，其中两个男生对儿子狂拍脚踏，另外一人直到旁边拍摄视频，或口口声声的威胁，但如果报警的话，或拍伊，实在让人愤慨。如果不是何先生偶然到网顶刷到视频，指责校园暴力事件恐怕翻到沉到黄皮的角落里。伊的儿子也只能暗自舔舐伤口，经让人澄清。何先生表示，我家最后不能拍了三次，是保持个偶像个漫画，可笑之哉。事后，拍那学生的家长表示愿意赔偿，但何先生不接受，已报警处理。拍那者为何如此无始无穷？在长时间发生到四川沙台关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，或许可以提供参考。同时，这位施暴的男生直接威胁被拍的男生，乐把事情打出去了，望就把视频发出去，报警报案，人拢未成年。对未成年人真正感会网球界教育为主，听话为辅，防止成了部分施暴者肆无忌惮的对同龄人暴力性格的护身符。呀，未成年人后乡欺凌，如果他达唔到恶劣犯罪程度，确实就缺因能无配合了呢。但话当真是好点个。2017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界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，就明确指出，针对不同情形个欺凌事件，有关部门就要加下责任，更当做好教育停界工作。针对实施校园欺凌个学生，究竟是着由学校批评教育，还是由公安机关予以分界，甚至是着专门专门个学校进行教育，或由公检法介入，需要一个事件个恶劣程度来定。只要决定了对于校园霸凌事件，有关方面摸破着息事宁人个态度，日时应该到行务个停界框架来，缺出严听个态度个手腕，及施暴者以专业，才能够防患于未然。